Thank you.
Thank you.
今天能够参与到郭文鼎老师的作品音乐会当中来，很高兴我知道在四川有很多很好的朋友，今天很多竹笛的专家也在，很多乐迷也在。那么呢，刚刚吹了一首现代作品，我再来一首传统的一个小品，献给成都的朋友们。